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最后一道闸门，北京团城湖末端闸。远道而来的汉江水将在这里完成漫长的旅途，开始新的使命。南水北调中线全线通水后，每年为北京调水12亿立方米，相当于25个昆明湖的蓄水量，而只有60万立方米蓄水量的团城湖显然不堪重负。在距团城湖末端闸西边不到1公里的地方，这里正在建设一个拥有127万立方米的蓄水调节池，将连接南水北调中线来水和密云水库两大水源，成为北京新的供水枢纽。来自南方的一区活水将在这里汇聚中转，然后流向京城的千家万户。南水北调末端闸与深邃沉静的昆明湖水一脉相通，在湖与闸之间掠过的是历史，连接的是一个民族的过去与未来。这个有着260年历史的皇家园林，阅尽人间春色，也历尽几度兴衰。2个半世纪前，乾隆皇帝以万寿山为中心兴建清漪园，开拓湖面，并命名为昆明湖。然而仅仅百年之后，长驱直入的英法联军就用一把大火焚毁了拥有山水之盛的清漪园。在清漪园的废墟上，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重建了颐和园。但这一次弦歌不辍的颐和园迎来的却是甲午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战报。荷花海子一生平，昆明湖的粼粼波光始终寄予着传统文人对于盛世太平的想象与期望。如今这片曾经属于王侯将相的湖光水色，在一个新的甲午之年，注定要看到那一渠清澈的江汉之水奔涌而来。它不仅为这个皇家园林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将为古老的中国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1400多年来，它一直是沟通中国南北方重要的水运通道，同时也是沿线地区重要的防洪灌溉干渠，对于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文化的融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150年前的清咸丰5年，由于黄河决口改道，运河北段航道渐渐淤废，船来舟往、翻墙如云的景象成为了历史的记忆。曾经辉煌的扬州、淮安、济宁、临清等商业都会也黯然失色。历经百年的衰落，南水北调工程为这条古老的运河注入了新的血液。
京杭大运河上，朱永明做潜水员已经20多年，他所在的潜水班被称为运河120。这套笨重的潜水装备将近70公斤，相当于背负着2袋半面粉。每季度朱永明都要穿上这身装备，在运河水下工作20多天。因为运河上大大小小的船闸需要随时维修，如果这些船闸出了问题，以大运河上下游30多米的落差，运河里的水很快就会倒流进长江，南水北调，从南方调来的一渠江水也将付诸东流。这个运河的这个水的比较浑浊，一般都是靠我们每名潜水员的这个手的感觉，靠我们手指的感觉去体会去感受这个部件是否正常是否异常，这就是靠我们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的这个机理。南水北调不仅挽救了大运河，也唤醒了沉睡百年的运河文化。2012年冬天，山东济宁城外运河输水与航运结合工程正在紧张施工，这项线路全长108公里的工程，将使大运河从南四湖到东平湖的河段恢复通航。运河到目前为止，现在每年通过的货运量达到了3.5亿吨，是仅次于我们长江环境水道的又一条内河水上运输的大通道，极大地促进了运河沿岸经济的发展。这是欧亚大陆桥的起点，有着东方鹿特丹之称的连云港，虽然这座城市面朝大海，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380多立方米，不到中国人均水资源的1/5。淡水资源匮乏的连云港，如今市区饮用水主要来自遥远的长江，而市民之所以能喝上长江水，得益于上世纪60年代兴建的江水北调工程。江水北调是从扬州附近的江都水利枢纽抽引长江水，通过9级抽水站和输水河道，构成了一个东临黄海、南起长江、西至淮河蚌埠、北达南四湖的水资源供给系统。这个运行在江苏境内的庞大水网，不仅结束了淮河以北水旱无常的历史，还滋养着1300多万亩稻田，使江苏北部实现了一年稻麦两熟，从亩产不过百斤变为了江南粮仓。极大地改变了我们这个苏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改变了我们江苏啊过去南粮北运的历史，而且为我们江苏后来苏北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沿河开发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水资源的保证，为我们江苏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贡献。在江苏省30年前江水北调工程的基础上，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继续向北延伸，达到1156公里，将梯级泵站从原有的9级增加到13级，提升的水位差将近40米，超过13层居民楼的高度。这条输水干线纵贯江苏境内，与江水北调干线形成新的供水系统，流经6个省辖市
和24个县区，每年抽饮长江水最高可达157亿立方米，相当于5个洪泽湖、25个落马湖的蓄水量，其中80%以上为江苏省所利用，使江苏省6.3万平方公里受益，惠及3900多万人。渤海湾湛蓝的海水，拥抱着美丽的威海。我们全世界很多地区都面临了一个什么样共同的问题啊？缺水。而我们中国呢？也有缺水。咱们生活的城市是威海。威海是一个什么城市啊？沿海城市。那我们是沿海城市。在中学地理课本中，有关全球及中国的水资源状况是最近10年才加进去的内容，但对于山东威海古寨中学的同学来说，他们更感兴趣更关心的是课本以外的问题。在威海在成立地级市以前，在威海城市人口不超过5万，咱们这个水库的水就够咱们全市人们喝了。咱们现在威海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市区人口超过70万了，那么这一个水库水够咱们喝的吗？其实远远不够了。今天这座现代化城市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540立方米，刚达到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极度缺水的警戒线。事实上，缺水的不仅仅是威海，还有同处胶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区。从1989年引黄济青工程建成以来，青岛已累计从黄河引水30多亿立方米。然而，青岛缺水的趋势依然逐年加重。进入2014年，青岛地区近2个月没有下雨，地下水位比2013年下降了1.5米，全市每天的用水缺口将近38万立方米。同为沿海城市的烟台，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436立方米，比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极度缺水的警戒线还低60多立方米。全市70%的生活用水都来自引黄调水工程。我们俯瞰齐鲁大地，从青岛到烟台、威海，从潍坊、日照到滨州，是山东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被国家定位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2013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实现生产总值2.36万亿元，接近山东全省生产总值的一半。但这个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依然无法摆脱一个瓶颈，就是水资源的极度缺乏。在所有发展的要素中，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1997年开始的黄河断流，对生活在这些城市的人们已经敲响了断水的警钟。南水北调东线输水主干线并不经过胶东和青岛地区，为了解决这个地区的用水问题，南水北调工程除了487公里长的南北干线外，还修建了一条704公里长的东西输水支线。这个南北贯通、东西互济的水网骨架，每年为山东调引长江水15亿立方米，可以使13个市、68个县市区受益。我们这次南水北调呢，在山东境内啊，有相当一段啊是使用了京杭大运河的这个河道啊古道啊，那个黄河南面呢有122公里，啊黄河北岸呢有60公里，啊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啊古代这个工程
水利工程和现代的水利工程啊结合起来，啊，无论是在这个工程上，啊，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上、文化上，包括旅游景观上，啊，都是这个一个创新，一个创新。年近七十的刘学信老人，从小生长在海边，工作后在塘沽港做码头工人。他的业余生活是凭着记忆制作轮船模型，他的每一艘船都有一个关于大海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一生都离不开水的老人，却生活在一个极度缺水的城市。那天还有一个说法了，就是哎，这个天地水能淹咸菜，哎，这到那个程度。什么一个奈何茶水人呐，啊？那咸水你说沏成的茶水是味儿吗？它不是味儿啊。有天水，天水哪了？就是机井了，井水了。可是井水呢，这个倒霉地区的马尿含氟量高，所以说这个地区人喝完这个井水以后哈，啊，都四环素牙，四环素牙指的是麦牙嘛，这大棒子牙，就黄啊。骨质还发脆。看上去水网密布的天津，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60立方米，只有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13，还不到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极度缺水警戒线的1/3。有着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之称的天津滨海新区，地处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拥有丰富的油气、海洋、地热、湿地等自然资源，还云集了一批国际国内著名的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业、航空航天产业和港口产业。2013年，全区生产总值超过人民币8000亿元，占天津年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而滨海新区现有的供水量每年只有3亿立方米，显然无法满足发展的需求。目前天津的地表水开发利用程度已达到70%以上，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极限开发程度40%的标准。水危机已经成为天津可持续发展无法回避的最紧迫、最直接、最重要的头等大事。2012年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天津段完工，每年将有来自丹江口水库的10.15亿立方米调水注入天津，加上南水北调东线的长江水，天津每年可获得近15亿立方米的供水，相当于10个北京怀柔水库的水量。尽管滚滚而来的长江水不能完全解天津之渴，但为天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南水北调通车之后，天津可以替换出一部分地表水和地下水，它的农业用水、生态用水也有了保障。这样的这个地下水的勘测，它就会实行一个什么呢？叫采补平衡。所以我想这个几个方面啊，对天津都是非常有利的。在水网密布的湖北，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带来的不仅仅是航运、发电和灌溉等综合效益，还带动一种新兴产业迅速崛起。
拥有长江三峡和三峡大坝的宜昌，每年吸引着2000多万人次的游客，旅游总收入已突破200亿元，充满活力的旅游业正在成为宜昌的支柱产业。今天在北京人流密集的西客站，矗立着中国水都丹江口的广告牌，宜昌的成功案例也点燃了丹江口人打造中国水都的梦想。而在1500公里之外的丹江口市，袁国东正在将梦想变为现实。以前呢，白鱼呢，都是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生活嘛。真正呢，生活呢条件也好一点了。现在在底下呢，也自己开了个饭店，小饭店，以拉在为业。现在嘛，就说是外地的朋友啊，到丹江来旅游嘛，反正是丹江的环境啊、水啊，绝对是一流的水。大家看，走起起啊！这座大坝为这个城市带来改变的，不仅仅是袁国东。随着丹江口大坝重新架高，水库形成了1022平方公里的浩瀚水面，丹江口这座临水而居的城市正在逐步打造成为中国水都，着力彰显南水北调源头丹江口的城市魅力。我们湖北处于南水北调的核心水源区，所以保证啊一库清水永续北送，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任务，就是要把环境啊做美。这主要是指的我们要加强生态治理，创造一个啊比原来更好的这样一个环境，而且呢让广大的干部群众啊都能感受到。青山绿水无疑是最好的资源、最大的财富、最具竞争力的发展优势。河南被划成中国粮食的一个核心产业区，所以河南呢，它是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核心地区吧。南水北调的调水对河南的农业来说是个巨大的福音，所以你有了水，很多工业也可以发展起来。你有了水就有了资源，有了资源就是有了资本。河南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居全国第22位，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南水北调中线将首先滋润缺水的中原大地，731公里长的输水干渠穿越河南全境，每年为河南供水近38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小浪底水库1/3的蓄水量。输水干渠在河南境内分布有40座分水口，11个省辖市和34个县市，近2000多万人从中受益。中线工程建成之后，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河南省内两千万呢这个老百姓的饮水安全问题。所以呢，它首先一个呢是解决了北方缺水，第二个呢，它也是
有效的改善了这个沿线的生态环境。在河北邢台，乃新建工程师带领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特殊的工程，重现邢台百泉喷涌的盛景。百泉灌区在60年代、70年代，当时是一个到处都是泉水，是吧？那个那个主泉眼那位地方水深大概有6米，有3000亩水稻，这个郁郁葱葱。这个平时这个灌来是30几个村儿，就是这个58年扩建以后，咱一直到白象、宁津、龙窑这一片有21万亩的灌溉面积。但是现在这个水位已经到了地下28米，所以近期我们这个市委市政府采取了叫这个水生态修复。事实上，邢台不过是河北省缺水的一个缩影。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河北省年年遇旱，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311立方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由于每年超采地下水超过50亿立方米，全省形成地下水漏斗21处，总面积达4万平方公里。河北东部平原深层地下水位已经下降了近60米，相当于20层楼的高度。2012年开始，邢台启动了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有170多口自备水井被关闭，由此减少开采的地下水2000多万立方米，市区地下水位开始有了明显的回升。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后，每年带来的30多亿立方米水量，将拯救河北这个地下水正接近崩溃边缘的农业大省。南水北调通水后呢，我们河北省这个可以稳定的用长江水每年30亿方，覆盖呢7个河北的社区市，92个县，对我们置换调整城镇和工业用水，这个有利于啊把我们的经济结构、地区结构啊把它调整好，使得我们的经济呢可持续发展。25号上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北京市规划展览馆考察。习近平强调，首都规划务必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贯通历史、现状、未来，统筹人口、资源、环境，让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利用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2004年到2020年确定的是1800万人，但是我们到2013年的年底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114.2万人。我们的就是水资源的承载力是只到2300万人。这里的模型向我们展示着未来的北京，能够支撑起这片规划发展的资源，核心是水，能够支撑这个庞大城市跃动的脉搏，关键是水。目前，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到1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500立方米极度缺水的警戒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通水后，每年12亿立方米长江水将源源不断地流进一个相互调配、完整稠密的城市供水水网。对于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北京来说，这些水无疑是战略性水源，它将支撑这个中国首善之区的生存与发展。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对于从根本上缓解北京用水的紧张状况，全方位地改善首都生态环境，
在更高的水平上推动首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千里吊水来之不易，为把清水送往北京，水源地及沿线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饱含着对首都的深情厚谊，凝聚着广大建设者的无私奉献，饮水思源，情真意切，倍加珍惜。当南水北调工程为水资源短缺的北方带来宝贵的调水，如何节约用水，珍惜与合理利用水资源，是保证北京这类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洋人呢，觉得这小子好像皆大欢喜了，万事大吉了，在华北地区咱们就敞开用吧，那还差得远，那得做不到的事情。2000年，北京西城区西市库小学一个名叫靳征成的六年级学生对北京西城区的洗车店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调查。那时候小是六年级，然后参加了一个少年宫组织的一个活动，学期结束这个考试要求，然后写了一篇关于水的论文。靳征成发现仅西城区的600多家洗车店一年就用水131.4万吨，相当于2.5什刹海的水量。而2000年北京市的汽车保有量不到200万辆，全年冲洗汽车的用水竟要用掉整个昆明湖。14年过去了，靳征成也在2012年参加了工作，开上了自己的车。2013年底，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540万辆，比2000年增加了1.5倍。现在北京市拥有大大小小的洗车店20000多家，每年洗车消耗的水，整个昆明湖的水量已经远远不够。现在洗车行用水什么情况呢？这个我还真没有做过具体调查，但是可能有一些洗车行已经用上这个再循环系统了。我们这套设备啊，是中水的循环，洗完车的水啊，污脏水集中到这个池子里，倒流到这个蓄水窗，通过那个潜水泵戳到后边循环机里边。这个节水跟以往的节水不一样，因为以往的循环水的设备是沉降式的，这套设备啊，是它生物降解，生物降解呢，它这个水的损耗比较小，洗一辆车大约损耗在两三升水。在今天发展中的城市，节水已经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北京市西城区庄盛二期居民小区有1500户住家，10000平米的绿地，小区利用中水处理系统将所有住家的洗漱用水收集起来，经处理后再送回各户冲洗抽水马桶，同时也满足了小区绿地的浇灌用水。仅此一项，每月可以节约自来水至少5000立方米。从2011年5月开始，北京要求市区新建的50000平米以上、日用水量达150吨的小区，逐步实行再生水入户。再生水是污水通过深度处理后达到再生回用标准的水，由于再生水的清洁度处于自来水与污水之间，所以也被称为中水。随着水荒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再生水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水资源，不仅用于农业灌溉，甚至用来改善自然生态。不要去认为这个水资源从南水源来了以后，我们这个受水区的人就可以就是随便乱用，不能浪费，所以一定要从每一滴水，爱护每一滴水，节约每一滴水做起。
2014年2月，国务院颁布第647号令，公布了南水北调工程公用水管理条例，从公用水原则、水量调度、水质保障、用水管理、工程设施管理和保护、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确保调度合理、水质合格、用水节约、设施安全。2012年3月，第六届世界水论坛大会在法国海滨城市马赛举行，中国首次以世界水理事会成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一国际盛会。开幕式上，一位来自极度缺水的国家西非马里共和国的青年麦瓦利与大家分享了渴的感觉。他说，我所谓的渴，不是大餐后的口渴，而是在令人窒息的太阳下等待3个小时后从井里取水，喉咙像着火一般的渴，是经过整个季节的等待，天空降下唯一一场雨后舀起水坑里的脏水喝，令人想吐的感觉，是经过数月的干旱，牲畜死亡后那种折磨人的焦虑。水资源问题事关人类生存发展和各国人民福祉，确保水的普遍享有权，实现水资源的安全保障，已成为人类共同应对的挑战。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1/4的发展中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已经成为水资源安全的一道保障，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动力。南水北调工程啊，应该是一个21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这个至少历史上是没有的。从南方调水来解决华北的缺水问题，这个是对整个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是很需要的。I would say the South North Water Project is a good example how to deal with water problems. 在中国未来的道路上，水资源问题依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目前中国正在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东中线一期工程建成后呢，平均每年啊可以向受水区供水184亿立方米，这个相当于呢现在整个受水区水资源总量的1/4，就增加了1/4的供水，这样呢就为黄海地区这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啊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的保障。四横三纵南北调配，就是南方的水和北方的水调配，东西互济，形成这么一个新的水资源配置的大格局，
实现这个优化配置，把我们这工程修建成为一个对国家来讲具有战略性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2012年7月，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勘测设计人员再次走向青藏高原，走向中国江河水的源头。此时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踏勘、规划、设计与论证整整走过60年的风雨长途，而一个穿越峡谷调引长江水的蓝图也越来越清晰。当西线调水的梦想依然感召着人们，中国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着江河之水在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之间的跨流域流动。这是对水资源的重新组合，这是水以人们所能想象、所能设计、所能实现的最合理的方式进行的流动。这也是中国为人类保护蓝色星球、实现水资源合理、公平和安全使用所做出的贡献。在2014年6月召开的国际工程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南水北调、高速铁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建设成功，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的基础工业、制造业、新兴产业等领域创新能力和水平，加快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从图纸最初的几个简单符号，到跨越千里连接长江、黄河的水利壮举，南水北调这一世界目前最大的调水工程，用事实书写了中国治水历史、治水思想的新篇章。当未来历史的目光穿越时空的隧道，重新注视这一东方大国的水利脉络时，所有的亲历者都会为参与了这一历史工程而感到光荣和骄傲。虽然60余年的时光在中国5000年的深厚历史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时间的意义远不能用长度来衡量。它不仅记录了一座工程实现构想的峥嵘岁月，更见证了一个国家铸就梦想的伟大历程。壮阔的江水之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又一次扬起了前进的风帆。